咩啊咩咩 ？Sorry sir，Sorry sir， 咁即系唔系香港人啦、啊？香港人除咗抄牌嗰陣時，點會講 Sorry sir 啊？你會講乜嘢啊？應該七人大曬啊！七人打人啊！喂，趁冇乜人喺旁邊，又冇攝影機影住，不如你試下冚我啊！我想睇自己底線係乜嘢啊！我想睇下，一個差人俾人冚，係咪會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唔係，你明唔明啊？我由細到大，我阿媽就教我，我每次我一百厭，佢就話差人叔叔嚟㗎啦，原來嚟係俾我冚喎。嚇！即係因為我阿媽係教錯咗我啊！我而家好混亂啊！我好想揾個人替我吞槍自殺啦！你得唔得閒啊？講笑啫，Sir同你，阿Sir行必行得悶啊！你知唔知行必係咩意思啊？必然要行。唉，人生三大必啊，行必、做必、死必。啊，如果我做警察，我一定會有好高分，有好高嘅紀律處分。